或你不讲闽南语吧？我讲潮州话。嗯，潮州话什么意思？潮州话。不是，我小小的抗议一下。通常比如说我平时是说长沙话，我就会说一个，比如说你吃饭没了，就是你吃饭没有，或者你好不好，你好不好，没有说我平时说长沙话长沙话，这很怪吧？你这个思维用潮州话说天黑黑要怎么说啊？ T-O-O 啊。啊，一样的。好，我听听看了，试试看。大家好，我是沈耀威。我爱再来点酒。做一些大家集体集体。大家好，哎，我是潮州人嘞。你真正是潮州人哦。我亲的，我亲的潮州人嘞。你亲的哦，是真的。呀，刚前面讲广东话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哎，我咋潮州的？潮州我耍涛嘅朋友。大家好，对不对？沙涛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张楚星，已经来到沙涛，然后可以请，来到我的朋友，您开不开心啊？因为从小在海南长大，所以我的家乡话说的不是非常的好，也请家乡的乡亲父老能够谅解。今天来到了汕头市，教大家一句潮汕话，叫花尾。哦，胡杨，过来过来，你信不信我用这双手伸下去能把肉捞上来出来？不信那你还不赶快去拿筷子给我啊，真是吐血啊，搞到我都没心情出汗了，去那快点好不好啊，啊这种天气真的热得要死了，对吗？这样才像话吗？那你还信不信我用这个杯怎样能够把这个酒盖浇开呢？不信你还不赶快去给我拿个酒浇过来啊，真是气死人了，这个老板不知道怎么事啊，请到这样的服务员来干活，血都吐了半桶了，真是的，全部都帮我浇灰，你动作能不能快一点啊，对吗？这样才像话吗？